来，大家一起做一个功德，好不好？我们来念施食，来 ，Om 了 ，Om 了 ，Om 了，净化咒啊，再来文殊护身咒，保护自己 ，Om Trin，Om Trin，Om Trin， 经咒圆满，来 ，Om Bling，Om Bling，Om Bling。净土变咒 ，Om Pukam，Om Pukam，Om Pukam。好，来佛布也上面也咒，保护自己的身体，转化自己的身体。念这个咒就是说，就算有鬼道他看到你，你的身体就像佛的身体一样，啊，他会升起一个恭敬心，也保护你啊，他不会去侵犯你。这样 ，Om， 丹塔哥的，杜巴巴呀。说好，佛光进入身体啊！再来，你的声音，你所念出来都是佛在说法，他们会这么样的高兴听到啊 ！Om， 贝德玛，杜巴巴呀，说好。再来，你的念头一生出来都是佛的念头，叫金刚不也三昧耶咒来 ，Om， 发起了，杜巴巴呀，说好。他的手印是这样来。左手在下，对，那就这两个要交叉，右手在上，这样啊，好，会了吗？啊，因为拿麦克风不方便，啊，我现在闭，立马现在闭眼，啊，不方便，好吧？好，可以吧？再来，每次都念，就是希望各位背啊，来。这个叫皮甲护身咒，要保护自己的五个部位，那你就会像韦陀菩萨一样，穿着全身的这种盔甲来利益众生啊，这也很重要的保护自己。如果你会念这个咒，你晚上就不会被啊，就不会有那些腰骨酸痛这些啊。哦，发起了，咕哩噜巴底，趴在呀，说好，啊，放头顶。Om， 发起了，古里多巴里，帕达呀，梭哈，右肩。Om， 发起了，古里多巴里，帕达呀，梭哈，左肩。Om， 发起了，古里多巴里，帕达呀，梭哈，胸口。Om， 发起了。咕哩噜巴地，帕达呀，梭哈，喉咙。好，请把水米拿上来。水跟米是最基本的，当然，如果各位要圆满的这样子的面饭、稀饭啊，那如果你还愿意点烟供粉，那最好，如果方便啊。那这点香都可以啊，招请香都可以。如果点个招请香更好啊，那招请香也是烟供香，顺道，但是升起一个心。好，来把水拿出来，然后水米这些食物都化成诸佛菩萨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胜如来，南无广博胜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药师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好，把水转化为佛菩萨的视线。我们在念，每次施食或火供都念让样康。这个让样康就是把它这些东西化成地水火风融为一体一样。啊，那这样以后呢，他们也很容易接受，啊，所以来现在水化成佛菩萨来，南无宝髻如来，南无宝髻如来，嗡瓦西波罗，嗡瓦西波罗，摩尼梭哈，摩尼梭哈。好，然后我们念小供养咒，啊，嗡，阿弥尼的，哄帕的，啊，三遍，往啊就是往外三遍，然后再翻过来往。Om，
阿弥利的哄帕的，然后再放在上面，嗡阿弥利的哄帕的，标准是念七遍，嗡阿弥利的哄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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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写五个种子字，或是你写中文也可以，念的也可以来，嗡啊哄欢是。好，那这个食物就得到了一个圆满的加持。好，我们现在来念，来，请把本子拿出来，有吗？食物可以放在旁边或地上。我们最近又设计一个施食台，50公分，上面有像塔一样，然后七佛如来、无量威德如来，那底下也可以盘子可以放食物、米或烟供粉，旁边还可以插香，还有嗡阿轰舍四个种子字，现在正在做，在大陆做啊，跟我们做佛塔那一家做。那各位将来如果做好了，你要请也可以，成本啊，这不能加一毛啊，也不需要少一毛，50块美金一个啊，做好以后50公分，那以后你就可以放在你的家的外面。外面，这是很慈悲的啊！弘一大师以前非常的提倡啊，就是说有放生、有施食的地方，有七佛如来住，好经过的众生呢都可以离苦啊。然后你又在那边烟供粉放七颗米，放一点水也可以啊。念完施食之后，他们一过来食用，又得到七佛如来的加持，所以每个寺庙外面都会放。那我们现在把它缩小，然后又有一个盖子，看起来比较庄严。啊，当然你要放在你家阳台都可以，啊，阳台，啊，然后顺便方便啊，我认为这样做一做，人家就会喜欢去多做这些功德啊。好，第六页，甘露施食仪轨。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及诸人田，就是说什么人都可以做，不分大人小孩。意欲受持此方便法，就是空性大悲心，应须招请尽十方界一切六趣诸恶鬼神众，当作是念。所以我们今天招请的时候，麻烦各位多观想，你有看到了那一部飞机168个人舍报了，然后各位等一下招请一想，你认为他们会不会来？保证来，只是你不敢看啊。但是各位有悲心，就可以对他有帮助啊，念头无量。所以各位要利用这个现今的科技，让我们的悲心可以扩展，扩展哪里的苦都要想到哦，哪里的苦都有苦的。每一天呢，海鲜市场、屠户宰场多，医院里面多少的众生在受苦舍报了，要愿他们离苦。好，第六页我们一起念来：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南无安住那帝菩萨众，南无一切龙天善神，愿以威神加埃护住。我今召请十方刹土，尽须光戒一切六趣恶鬼有情类，以三宝威神力故，悉至我所。念破地狱咒，各位最好先有一个观想。你一定有哪一个朋友做了很大的坏事，或是古时候的人做了很大，现在正堕落地狱的，一定有。因为有一个你对他有认识跟感情，你比较更容易观想啊。所以我有时候都会去抄一些已经堕落地狱的名字，我知道他已经堕落地狱了，所以我以他为对镜，我经常这样念，这样念啊。然后恶鬼城土地里面的、石头里面的、被绑在里面的这些孤独地狱，都要把它打破掉。打破掉红色的光设置，然后好像把它拉起来一样，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动作啊，会有这个动作，然后一直敲铃敲磬，把这个一直打裂掉，透过这个铃声钟声，把咒语把地狱给打破掉，给打裂掉，跟念这个嗡揭拉地耶梭哈，拉起来来，所以我们大家慈悲的这样观想啊，来。嗡揭拉地耶梭哈，嗡揭拉地耶梭哈。
diye soha Om j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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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ye soha 南无智具如来南无智具好你愿意打手印都可以最好啊，念完以后好像整个地狱都裂开啊，裂开然后众生离开地狱身口一恢复清净嗡啊轰这样来南无南无大师大师大师地呢大师地呢三藐三菩提三藐三菩提具足呢具足呢嗡嗡智能了智能了瓦婆西瓦婆西地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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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轰轰啊轰轰啊轰轰啊南无南无阿舍阿舍大师地呢大师地三藐三菩提三藐三菩提具足呢具足嗡嗡智能了智能了瓦婆西瓦婆西地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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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轰啊南无南无阿舍阿舍扎斯蒂呢扎斯蒂三藐三菩提三藐三菩提具足呢具足呢嗡嗡支那呢支那呢瓦婆西瓦婆西地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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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嗡啊嗡啊嗡好念这个咒语啊支那呢那个瓦它印出了在后面瓦婆西啊然后各位能够背起来走到哪里这个不是光地狱就是他身上有地狱的那种地狱的业因种子都把它打破掉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这个咒语贴在手机上我们都有印好啊如果没有你就去拿那个咒语贴在手机上贴在会出声音的喇叭上面它只要一出声音啊，这个咒语的力量就展现了所以智具如来是以声音传播它的功德宝具如来是以水传播它的功德每一个佛菩萨利用这地水火风在传播功德啊，再来普招请啊，我们来观想啊，飞机灾难的、被屠杀的、被堕胎的啊，特别每个人过去乃是有时候你没有堕胎，但是你爸爸妈妈那一代卡报有，但是他们舍报了，这些被堕胎的小孩就是你的兄弟，只是你不知道，所以他就也希望你帮助他，甚至会引起你的一些病痛啊，所以各位就很认真的把他招请过来来。南无波波尼尼尼尼多尼那那耶多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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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波波尼尼耶尼多尼那那耶多耶南无波波尼尼耶尼多尼那那耶多耶解冤咒来哦善多拉揭多沙婆诃哦善多拉揭多沙婆诃哦善多拉揭多沙婆诃开咽喉左边右边前面点水乃至后面的菩萨也可以窗户一点点打开有喷枪啊往外面点水啊这样来Om Bhumo Nini Jendo Ni Nanda Yindo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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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om Bom Ni Ni Jen Do Ni Nan Na Yin Do Ye Om Bom Bom Ni Ni Jen Do Ni Nan Na Yin Do Ye Om Bom Bom Ni Ni Jen Do Ni Nan Na Yin Do Ye 放下来，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你要观想，以后做佛像。坐教等身高，那功德很大啊！人有多高，佛像就有多高，这个叫等身佛像。这在经典写有一个很圆满的功德。当然，你要做比人更高，那当然也好了。但至少等身高是一个特别，地藏菩萨他有这个啊重点。那各位要观想，从地藏菩萨的心间放出细致蓝色的光，只要被他照到的定业都消除了。啊，这些被杀下地狱啊、痛苦啊，这些本来要发生的都把它消除，叫灭定业。然后我们这样观想啊，全包括那些灾难、那些飞机失事、死亡的这些众生，来，嗡嗡，波拉波拉，摩尼摩尼，托利托利，沙婆诃沙婆诃，嗯。Om Bola Monin Donin Samb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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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la Monin Donin Samboha。再来观想观音菩萨，由他的心间放出细致白色牛奶，很强烈的白甘露，把众生的这些黑夜、恶夜、痛苦都净除掉。啊，念嗡阿罗卢吉萨婆诃。然后他的手印一样是跟刚刚一样，不过这个手弯下去啊，那嗡。阿罗罗吉，阿罗罗吉，萨婆诃，嗡阿罗罗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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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三昧耶咒也观想，有一点复杂，就是说愿他们都是离苦，也升起一个今天人家帮你，你现在要发心帮别人的一个菩提心，所以头上就有佛光加持，然后大地震动，他们的业障因为一震动通通都流出去啊，所以身体恢复干净。第二个观想就看到光明界体啊，这个菩提心的光明戒体很漂亮，无法形容，在头顶照着他们很干净，像玻璃的身体。然后第三遍，这个戒体就融入他们的啊身体里面，他们身体也发光，如佛一样的发菩提心，这叫三昧耶戒。那各位如果经常这样观想，就把你过去破戒最难的破戒都把它净除掉，然后身口意就恢复清净啊。如果你真发菩提心念这个咒，所有的佛经说经咒坛城都能够受持，都能够去做啊，意思是好像不用接受灌顶，你都可以去念了啊，因为你发菩提心嘛，与佛相应了嘛啊，所以你真发菩提心念这个咒，还有这个特殊的功德。嗡三昧耶，三昧耶，萨埵梵。好，我们慢慢观想啊，来。哦三昧耶萨埵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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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三昧耶萨埵梵，嗡三昧耶萨埵梵。好，现在念辨识咒啊，念辨识咒。如果外面有筒子，点个烟供香，飘一飘都可以，最好了。来，我们念辨识咒，然后食物放在左手，右手可以打手印啊。
这个无量威德自在光明如来的手印就是这样，你看我前面这只手要直啊，这只有一点弯了啊，这样，然后左手食物，右手这样啊，我们最近也在做，把形象给做出来。然后无量威德最大的特点是眼睛非常庄严，叫莲花目，诸佛里面眼神第一哦，你眼睛爱漂亮啊，多念他的名字。啊，乃至的观想无量威德，因为他的眼神很慈悲，在看着所有受苦的众生、鬼道众生嘛。然后念到三宝来三宝来，手转一下，就是说这样转代表食物啊，这样无量无边，然后弹出去。还有另外一个做法是标准版，是念完以后这个这样弹出去啊，啊，就是。反过来弹出去，变成很多食物啊，一二五这样，这两只按着的弹出去，好都可以。乃至你不会比就这样吧，啊，那意思是说就直接这样啊，就手印是这样，然后弹出去啊。好，来拿着食物来，那么，沙瓦，沙瓦，丹塔耶多，瓦罗之地，瓦罗之地，嗡，三不来。轰轰，好，我们慢慢念啊，至少你知道，也麻烦各位观想无量无边的各种的食物，从新店到整个台湾，到整个世界，到每一个天上恶鬼城、地狱岛，你要观想啊，都遍满了食物，伊朗、伊拉克，你要这样，这个时候都这样观想来。那么沙瓦丹达耶多瓦卢之尼吽三巴奈三巴奈佛，那么沙瓦丹达耶多瓦卢之尼吽三巴奈三巴奈佛，那么沙瓦丹达耶多瓦卢之尼吽三巴奈三巴奈佛。好，因为他们烟供香点好了，各位也利用这个时候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进。